来了，哦哦，两只哇，一公一母，一对夫妻在这边繁殖后代谈恋爱，被我全部一锅端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强啊，今天啊，我们又来这个赶海基地抓青蟹了，刚好碰上这个池塘啊泛水，我们去寻找一下，肯定有一些青蟹啊，他们从这个池塘里面偷偷跑出来啊，啊，今天的话肯定会大获全胜。奇怪喽，今天怎么都没有发现大洞啊？表哥，这里好大一个洞啊！我操！来了来了！哇，确实很大，拳头这么大，呵呵，估计青蟹不小啊！来，开挖！大锤八十，大锤八十，大锤八十，大锤八十！哇，洞跑哪里去了？在哪里？哎，这里，还是在这个位置哈。小锤八四十啊！小锤四十，四十，四十，洞口给它加宽一点。啊，如果我感觉没错的话，应该是有货。石头一个这么大。嗯，来了，来货了，来货了。你看，哎呦，动了，动了，动了，它动了。哇，过来磨了，过来磨了。哇，果然在家。跑不掉了，哇！冒着生命危险去抓螃蟹，很危险的。来了，哇，呜，公的还是母的？告诉我，快点，公的，公的，来，哎，好像还有一只啊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哦，可能是一家人啊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还有一只，你看，硬硬的，没听到，没听到这声音，哎呦，这只有点危险。抓到来了，哦哦，两只，这是母的还是公的？母的。哇，一公一母，一对夫妻在这边繁殖后代谈恋爱，被我全部一锅端了。把它绑起来，不然两夫妻的话关在一起的话也会打架的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发生那个家庭的一个纠纷？哟，太被抓咬了，兄弟，来呀，哎呀。没了，一公一母，来去我家做客，进去，继续我们的寻宝之旅，走。这只小螃蟹在这边散步啊，我们就跟逗一逗它。哎，跑了，哎，跑了，跑哪去？哎，你看这洞好，在这里，看到没有？嘿，洗干净，看一下。最怕的就是它这个大钳子啊。你看这个茄子这么小，这个茄子这么大，有点很变态啊，变态发育，大小差这么多，不要不要扔掉。哎，跑进去，哎，哇，这好大个洞啊！哇，这里一个洞，哇，没想到，小螃蟹把我们引来了，它大哥的一个洞口，大锤八十，大锤八十，锤八十，大锤八十，哎呦，好深啊这个洞，越除。越看不到底，嗯，哇，直接用手哇，用手伸进去探一下它的底，啊，突然之间伸出一个钳子把我咬一下，嗯，我有点怕，继续出，继续出，来，继续，来换小锤，嗯哼，哇，挖螃蟹比抽水跟抓鱼还累，挖不完的土。抽水沟的水至少是可以抽得干净的，这个土是永远挖不完的，也不知道这个洞有多深。挖了好久了，还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动静。诶，诶，有动静了！哇，晚餐是二十一，要咬给它咬啊！出来吧你，出来吧你！哇，出来了！出来哦，我看真的是不怕死啊，公的还是母的？告诉我，母的，母的，洗干净，准确的看一下，哇，果然是母的，你眼睛还是非常的没有近视哈，眼神很好啊，来，给他戴上我们的手铐，让他不要为祸人间，乖乖的，束手就擒吧。嘿，跟我说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。
今天抓了三只哦，这两只是在一个洞里面抓的，这只是母的，两只母的，一只公的，明天再抓一只公的，给他们配对配一下哈，我们最喜欢配姻缘，然后做媒婆了。那今天视频先到这边，太累了，然后这个天黑了，蚊子就出来了，哇，咬了我全身，很痛。好，那我们视频先到这边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